段永春站要从四号出口上去走向三清山古道。好，出站以后我们要先往松山的方向。活动中心在外面有写这附近的周边。现在湿地公园，现在我们要往上走。向山登山口，向山峰，然后右手边这边是到一线天，那我们先往一线天。一线天到了，这边就是一线天了。来象山那么多次，第一次走到这边，一线天。好，那就通过这个一线天吧。向山的大岩壁，过了岩壁以后，这边有岔路，我们要往下走，可能下面是秘境吧。下来以后，这边还是有路，不过不像那个官方的道路一样那么干净就是了。我就去探险一下吧。下来以后，这边有一个休息亭。是，我们再继续。这一棵是大叶楠。好，千辛万苦下来，下面就是为了要找这一只大象，因为从来没有走过来这边过。哇，这里有好多只大象哦。这个登山口是象山步道的四地疗养院登山口。这边才有这个巨石大象。好的，那我们就继续走象山步道。好，上来以后接到这个象山森林教室。在神秘路径里面探险，不一样的象山步道。
现在是通到一个神秘的烟火平台。经过这个永春亭以后，往下走只有岔路，我们现在要往凌云宫方向下山。回到这个登山口喽。刚从这个凌云宫登山口下来以后，现在要再走回去下山顶。下山 ，Go！ 好，从这200K 的地方要从右手边这一条。好，走一个秘境。这边比较丝滑，大哥说这条是秘境，要走秘境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。这边确实是比较湿滑一点。一根巨大的倒木，还加上旗子，真的蛮巨大的。哇，小心过去吧。我现在遇到三岔路，往右边这条，刚有点偏离轨迹了，然后现在又走回来，这条应该是没有错，路径蛮清楚的。往这边的岔路往下走，好，今天接到人家的房子了。左转，经过这个水塘，往这个清净山水的宫，幸运龙人。哦，这边就是清净山了。从福德宫上面就有一个不二法门。经过人家的农园，再往上走，又来到象山的另外一个一线天。有一个这个一线天，有点湿滑，不过还算蛮安全的。从一线天上来以后，你会发现没有路。如果你要退后一点看，这个好汉坡后面这边有阶梯可以上去。哦，看到石阶梯了，应该回到人间了。往上走，好悠闲的狗哦。啊，我累得半死。哦，走回人间了。青山步道的托运亭。继续走秘境了，那我们就从边这一条下去，从这个导树出来，要再右转。上阶梯以后啊，再左转。经过这个应该是孔子的神像吧，然后接着再往。天宝圣德宫，现在走的这条是四三环，啊，先进来洗个脸好了，这边是洗手台。小休片刻以后，再继续往下走。下来，下面这边还有公厕。这边是南岗山纵轴的天宝圣道宫登山口。
完四百以后又回原路到刚刚洗手的地方，要走旁边这条岔路，要走这条，因为下面没有路可以走。这边岔路蛮多的，这边有指标，这可以开往四山，所以是从这条才对。刚走错了好几条，我从这条走去，这边有一个阶梯，这样上去，然后一路阶梯上来，然后再右行。奇怪，正常的路径旁边怎么会有一块椅子，而且要绑布条？好，上去看一下。这上去该不会是狮山吧？啊，看到人了，这里是狮山峰。这边路径又走得很好，跟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差很多。现在要先往豹山溪步道，从这边下去。现在我们走的这一条是豹山环，豹山这一段应该是今天走的最轻松的一段，狮山的有点可怕。登山口了，四兽山步道。等等，我先去象山了，然后又去狮山，然后下来这边，现在要再从这边上去虎山。Go go！ 安和沟，这边的一个阶梯。下去，怎么又走回早上的这个松山家商了？还是直接回家就好了。然后现在要从这边这个阶梯上去了，上阶梯以后左转，有点在飘移了，还有两座。哦，前面岔路，往松山路，所以虎山也要走秘境就对了。啊，你走过这条，秘境大集结，我一次走过本。278电线杆这里，然后往上走。是不是又走回人间了？在街上步道了，我想就直接去102高地吧。现在在虎山黄神秘的展望点，高地到了，这边一个凉亭休息一下。
下船结束我们五十三，这里是五四九。上这个有点陡的阶梯以后，上去就是虎山峰了。最困难的这一段，虎山峰，山一坑进去，哦，到顶坪，好，到山头七十，好，现在我们要从瑶池宫这里冲去虎山金山步道。这个虎山环这边的地额铺上这种路线非常的好走，这边是九五禅寺，步行员到了，这边还可以走到九五峰。今天都是没有头的101，如果没下雨就很好。虎山这边有好几条步道串联在一起，这条自然步道很棒，蛮不错的。我现在要从这边下去复兴园。现在走出来这边了，要再往慈惠堂。我们来到了这个四寿亭，今天走了相思宝五，照顺序的把它走完了，挑战成功。好，现在下到虎山溪了，开始下雨了，还算是幸运。好，那现在就慢慢走出去登山口。好，现在已经走回到虎山的慈惠堂登山口了，然后虎牌就在登山口的旁边。